哦，哎，对，这就不对了，年轻人啊，对吧？这样就不对了，你不要老给我这种东西啊，会让我沉迷的啊，会让我堕落的啊，对不对？这样会让我堕落的，老实人的笑声。哎呀，这个怎么说呢？我真的很讨厌这个游戏，有时候真的。就是你不知道这个游戏它是怎么情况啊，对吧？就是老给你这些，对吧？你不想用的东西，对不对？有意思吗？是吧？你不能这样子啊，这我们得学会啊，是吧？啊，我们不能这样子啊，不能这样子啊，是吧？不能依靠这个礼带的力量啊，是吧？这样会让我们迷失自我，是吧？行，我们升级一下，估计能得到不少好东西。啊，好，物品掉落，拿着。合成，好，我们先合成这个绿色的，这绿不拉几的，看着就难受啊，仿佛头上有一种特殊的东西在我头上，哦，合出来一个稿子，并没有什么卵用，好，好像这个没了，行，我们现在再回去是吧？再回去，行，走起来，再回去，发光二极管啊，现在还有四个蜡烛，妈妈说：“有车有房，不如下身变强。”哟呵啊，你这句话说的挺溜的，“有车有房，下身变强。”哟呵，厉害了啊，这骚话连篇的，可以，小伙子是吧？这边有个小密室哦，这边有车有房，厉害了，好多肉，搞起来啊！好，这边好多肉哦，贼不落空啊，是吧？你妈妈告诉我，这个东西叫贼不落空，哎，有些东西呢，贼不落空嘛，这是很正常的事儿，哎，对吧？妈妈说过，这个贼不落空是好事儿，哎，是吧？嘿，老乡，是吧？什么变异的僵尸，我厉害了，差点冲我来了，是吧？哦吼哦吼哦吼，哦，好多人呢，好刺激啊，哇，好多人，好刺激，哦哦哦吼，好刺激，好多人，干什么？没见过靓仔呀？好，这边来了好多人，哎呦呦，这什么？吓死爸爸了！不，这什么？这得了红眼病的这什么鸟吗？吓死我了！黑洞勾玉如果在家放有奇效，哦，真的吗？求求你加个二键整理吧，这强迫症真的受不了。二键整理，不需要，就这样放着吧，我也无所谓的。等会儿我看看，咱们做个转化栓出来吧，这个实在太乱了，不好拿啊，是吧？咱们做个转化招出来吧。钻石啊，银石、红石，哎，咱们都有，哎，是吧？做个这个东西出来啊。银石、红石，那银石被我弄得差不多了，我看看有没有银石。哦，有，这运气就真的好。咱做个转化台出来吧，要不然这个东西弄得蛮乱的，对不对？好，OK，nice 吗啡。然后转化台先搞起来。银石一二三四，然后红石一二三四，好，球球先弄出来。那球球弄出来之后呢，咱们还要去弄个镐子。这个镐子能挖这个什么呢？能挖钻？能挖这个黑曜石吗？应该是不能挖黑曜石吧？按道理说，这玩意儿能挖黑曜石吗？等等，我看看附近有没有黑曜石啊？黑曜石应该没有吧？按道理说，玩玩黑洞勾玉试试。哎，你这个想法。哎，你这个想法就很过分了，黑洞勾玉，小孩子不要乱玩，对不对？哈，天降正义，这小伙子完全没想到，有一天他会被天上的这个垃圾给砸死，做梦都没想到。好，我也做梦都没想到，我迟早有一天会被他们这什么这蓝不拉几的东西，难道是什么宝石吗？我操，大半夜捡到一颗宝石，做梦都得笑醒了。我看看这下面。下面哦，这下面应该是出口了。按道理说，哦，还真是出口。好，完事儿了。这底下呢有一堆守卫。好，再见。那我这边呢，让你们感受一下什么叫万象天引。万象天引，等会儿我找一个这个，我找一个能靠得住的地方。咱不要在家里面附近试试这个东西，这个万象天引还是有点危险的。咱找一个这个怪物的老巢，直接给它吸掉，好吧？哼哼。等到这个转化桌真好弄，哎，这必须得，这不是材料都有啊，是吧？这个什么材料都有，父母双亡，有车有房嘛，
对不对啊？这不东西都有了吗？你看，这还给特意给我准备了个熔炉，是吧？烧起来问题不大，什么都能烧啊，是吧？什么都能喝，什么都能吃，问题都不大。哎，烧起来问题不大。史诗级礼袋，哦，等等，我拿到什么东西了？给我一个袋子，这还是史诗级礼袋呢，去他大爷的！吃个牛排先，好，吃个牛排先，让他先烧着，是吧？嗯，咱们找一个怪物的老巢，让你们感受一下什么叫新老天子，是这么念的吧？不好意思啊，我的韩语好像不大过关。那个韩语怎么念来着？韩，这个什么呢？新老天子是这么上的吗？是吧？不好意思，说起来有点像潮汕话的意思，有点土啊。越说越土嗨呢，潮汕话，妈耶！啊，不好意思，是日语啊。新老天子，说的好像个傻子一样。好，找个地儿啊，是吧？找个地儿啊。好，问题不大，哎。